哇！你如果喺桂山島喺嗰度住，咁你每日嘅交通費用要幾多錢咧？嗱，你點樣有幾個方法啊？游水一個方法啊！啊，你坐船出去啊？你喂去澳門幾多錢啊？去咩幾多錢啊？個時間嚟點樣比較呢、這個？呢、這個講出嚟喂，完全都唔係，即係唔係專家嘛？又唔係咩呢啲點樣諗？同埋點解我哋香港自己有地，我哋仲要？即是一个比喻，我们拿着个金饭碗你想真是黑食、啊、我们香港是有地的，不过我们不利用的话，所以你要走到桂山岛，很多人都没去过桂山岛，包括我在内我都没去过桂山岛、啊、你不是那么容易去到那里的、啊、你起多少桥过去，或者起即是要用什么船、啊、一讲到船呢個零排放啦，因為你唔能夠就咁樣行，洗風帆去嘅喎，係嘛？啊，你梗係用機器嘅嘛呢、這個。